TWICE 축하드립니다. TWICE 新歌 Set Me Free 登上音乐银行 1위， 出道至今已 获得 120个 1위， 创下女团的新纪录。 我们九兔的本命年兔年， 堪称就迎来绝美巨好听的新歌 Set Me Free。 近日他们上 Music Bank 打歌， 毫无意外地获得好成绩， 成功破万分， 得到新歌首一位， 这是TWICE第120个首一位。 这么辉煌的成绩， 实在是很难被超越呢。 Uncle 舞台的亮点之一， 就是兔宝们玩起了接力舞蹈， 庆祝第一。 由队长智孝 高水准正常发挥， 他一开口， Only的眼睛就离不开啦。 不过乌里子与小可爱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手足无措啦？ 慌张表情太Q了吧？ 不管是害羞还是慌张的样子， Only都喜欢。 那莲与多贤则是加码演出， 那莲差点滑倒的样子， 有没有让万斯笑到？ 黑化肥挥发发挥会花飞。 Uncle舞台上真实的临场反应， Only可以看个100遍也没问题。 随着 Semi Free 新歌释出， 想必近来 TWICE一定忙不停， 希望九兔们玩得愉快， 尽情享受舞台高飞飞飞升高高吧。